对他的历练是很有作用的。哎，而且像经过这样的一次大赛，对于他来讲的话，经过跟海军的这种较量的话，漂亮的，这海军打得非常漂亮。所有民意都很对。当27岁的运动员，应该说是打了很多比赛，他在这个比赛当中这个经验是非常，你看刚才那两个七顶非常的非常的漂亮。对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，很高兴呢这一次和大家一起来观看这个比赛。那么刚才从场上也用不上，对，巴特尔现在控制基本上控制了整个比赛的这个节奏。对，那而对方好漂亮，哎呦，一个鞭腿打的，这个鞭腿啊，没有踢到头部，踢到膝盖部位。是这种，好漂亮，好的，这个太漂亮了，太漂亮了，这圈。对，赛比击图呢非常明显，你看，好漂亮，这圈太漂亮了，打一个交叉，在运动当中一个赌气的后手，打中了对方，现在应该说是。对一个年轻的运动员来讲，这个时候呢是一个最大的鼓舞。对，而且这个 KO 对相当漂亮，而且他是在打赌气，就是一边跑一边防守的情况下，突然一个回手，这个打得非常漂亮。我想这个这一重拳呢不单单是